뭐야? 你怎么状态这么不好？昨天晚上没睡好吧？没事儿，你说吧，叫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人生大事儿。我昨天晚上消化了一整个晚上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把这些话跟你讲清楚。李周是不是给你表白了？你怎么知道？ 他把我叫到了川河江跟大桥，他问了我三个问题。他说第一个问题是，你最开心和最难过的时候最想跟谁分享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跟谁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特别放松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？第三个问题是，你会因为哪个人和别人在一起了而觉得特别在意？ 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就说明你喜欢那个人，你在意他。他说这三个问题在他心里都是我，他可能觉得他喜欢。你是不是答应他表白了？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？在一起。对不起啊，李周。 我一直都把你当好朋友。天哪，我心里怎么想的全是叶凯啊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三个问题在你心中是什么呀？这三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靠几个问题就知道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吗？原来不准啊！我还想说，李周问出来的每一个问题。 为什么在我脑海中出现的都是你，叶凯？我自从认识你以后，不管做什么我都会想着你。买到便宜的东西我也想跟你分享，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也想跟你聊聊。总之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觉得特别轻松，时间好像会过得更快一些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把话说完呀？我好不容易想哭，却没能说出这些。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你能不能把话说完，叶凯？接下来这些话，让我来说好不好？自从那次在 KTV 你失联了。 疯的一样找你，我才知道你在我心里原来这么重要。还有那次咱们四个人一块去露营，咱俩挨得特别近，在江边一块跳舞，一块唱歌，知道我当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我每次看到你跟李周在一块，我就跟吃了炸药一样，我恨不得一点就炸。 来，我喜欢你，只要有我在。 你永远不用去担心会孤独终老。金兰兰小姐，我叶凯有没有这个幸福和你谈一次？咱们彼此都是第一次。 我也好幸运啊！金兰兰，以后就是叶凯的女朋友。